Angel， 有張單你接唔接？想我幫你解決邊個？個衰佬負心漢。使唔使拍片？好啊，我要喺東張西望噃。好。宮嘉欣喺劇集《殺手》飾演嘅 Dark Angel， 心狠手辣 ，Brad Top 加漁網絲襪，造型殺食，加埋一副好身手，觀眾一致俾 like 啊！你啊，真係個垃圾啊！你真係殺手，第一個殺，殺你自己啦 ！Dark Angel， 你一出現搞到世界大亂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唔使驚，唔使驚。我哋真係覺得，哇！你呢個角色好爆咯，你自己有冇諗過咁爆？冇噶，開頭仲會好擔心因為嗰陣時候都有啲幕後嘅同事睇咗噶啦嘛，佢都話都會驚即係觀眾會唔接受，因為太癲啦，打係一個最大最大嘅關口咯。你平時見到啲殺手咧著嗰啲長褲啊，原來係可以幫你修飾嘅，但係當你著漁網絲襪嘅時候，你只腳一定要踢到好直好直好直，咁只腳先至會靚。咁我哋咪成日可能嘥兩三個鐘頭就係要踢一腳，咁佢哋就係。對我的要求是一定要我踢到最靚為止，真的很捱得啊，嘉欣你。你嗰刻冇諗噶，你嗰刻真的係淨係想諗我點樣可以做好個動作，因為機會只係得一次。咁嗰時候唔驚噶喎，即係你拍嘅時候，好冇問題，好佢哋問我得唔得，得冇問題，咩都話得嘅。咁我過後我睇翻啲片嘅時候我就驚啦，因為你聽到自己炒上去個車頭冚或者炒落個地下係砰砰聲嘅。係咯。係啊，跟住睇住自己撞落去嘅時候，我就諗原來我嗰時候係咁噶。Dark Angel 善於用刀，拍攝嘅時候嘉欣都練得出神入化。Wide shot 咧就多數用假刀嘅，但其實 close up 咧就要用真刀嘅，因為角噶嘛，因為你有陣時咁樣你擺喺隔離，咁你睇塊面隔離就用真刀，咁嗰把真刀其實係我諗重四五倍咯。我哋嗰時候咧就有啲口鉗嘅，佢哋話出入轉呢邊嗰邊左右，但你兩隻咯，嗰陣時佢就要即係係咁咯，即係不停喺度練啦，自己呢邊咁，日日就攞翻屋企咁樣練咯。你啲功架仲喺度喎 ？OK 嘅，仲我暫時都 OK 嘅。鏡頭前打得漂亮，鏡頭後實在有苦自己知，就算傷咗都唔敢休息啊！有一次個威亞飛埋去個位唔啱。咁我就其實我唔想 NG， 因為佢哋拉威亞真係好辛苦。個戲其實係我個鞋面要踢開把槍，但個威亞落地唔啱前咗嘛。咁我就唔理就跳踢，就變咗係入咗，就變咗係上寸下寸嗰位踢咗。啱啱咧就係過咗我對 boot， 咁就啱啱先食曬肉啦。係啦，就食曬肉啦，咁啊穿咗窿嘅。咁其實我一望嘅時候，咦？哇咁多血嘅！我見到佢哋嘅表情其實大家都好驚啦。係啦，咁但我冇出聲嘅，我咪繼續拍咯。因為嗰日又有爆破。又有真槍，跟住有威亞，咁我又冇理佢咯，咁我咪黐膠布咯，咁咪一黐膠布嘅時候，佢又染曬血啦，咪再換咯，咁過後結果就係要去醫院聯針咯。拍得咁辛苦，你自己有冇嚇諗過為乜咧？嗰個答案就係因為你好中意呢份工。咁你自己有冇偷偷地喊過咧？我冇喎，我真係冇啊！點樣整親我都一滴眼淚都冇流過，我都唔知點解自己可以咁硬正咯。喪打之餘，呢幕情感大爆發嘅催淚戲，觀眾大讚嘉欣演技到位，力捧上位做侍候啊！佢走唔甩，就咁死咗。點解你唔俾我同你一齊去啊？如果我同你一齊，你咪唔使死咯。嘉欣，你的努力是有回報的，而家網民大家都覺得你應該是要向事後之路繼續行噶啦，好有機會喎。好多謝觀眾咯，真的好多謝，因為有時我覺得我哋都好需要一份鼓勵嘅。咁之前我2016年嘅時候攞咗最佳女配角啦，咁其實都已經四五年嘅時間，自己唔再係細路女啦嘛，同埋入行都唔再係一個咁短，唔係短時間啦嘛。今年係第十二年啦，咁我覺得係時候要去另一個階段咯，要長大咯。我都希望你快啲可以達成嘅目標。嗯，多謝。